欢迎大家收睇新活台嘅 Star Chat。今日我哋好高兴啊，请到一个靓女明星啊喺我身边，你睇到啦吓，眼前一亮嘅就系周秀娜小姐 Chrissy。咁 Chrissy 咧入行咧都十年啦，即系拍戏都咁啊拍电影都拍咗唔少啦。咁咧就除咗人靓靓之外咧，啲演技咧就日日都喺度进步紧。咁啊，旧年拍咗一套戏啦，叫做啊29+1。咁啊系。变咗系2017年嘅第五啊嘅卖座电影，而且咧凭呢套戏咧，阿 Chrissy 咧就更加咧又入选呢个第37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女主角嘅提名，恭喜晒你先吓，多谢，系啦，今日好开心，咁啊做一样嘢喎，人哋咧就叫做事而优而演，即系演电视得好就拍戏啊，而家 Chrissy 调转喎，佢啊影而优而事。咁咧就佢拍得好啦，咁啊入去拍劇啦噃，咁同阿 Chrissy 傾下先。咁你同拍劇同拍電影有冇咩唔同嘅分別啊？都幾大嘅分別嘅，即係首先時間上面啦，同埋對白上面啦，甚至乎我諗係喺做嘅時候，演員要識得去分嗰個邊一個，即係因為電視劇係好長，可以用一個好長嘅集數去經營自己個角色嘅。咁所以可能有一啲位要好留意，究竟前前後後發生咩事，同埋邊一啲，即係邊一場戲或者邊一個集數，自己係一個好重要嘅重頭戲。咁所以變咗唔可以場場都咁用力去做咯。咁但係電影就濃縮啲嘅，即係電影去做嘅時候，真係所有嘢都要好快，甚至乎即係好快嘅意思係嗰個好。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面讓觀眾去知道那個角色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呢，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幾，即電視劇和電影對於我來說在演繹上面就有一個這麼大的分別。是的，咁大家都看過了，深宮計呢就已經出了都個幾禮拜了，都是一些宮鬥片啊，一個為鬥心計啊，鬥爭寵啊，你害我你如我詐那些東西。其實咧就而家宮鬥片咧，內地又唔准播。咁但係問題就話咧，呢個亦都係好多人有興趣嘅，因為呢個即係涉及咗一啲權術啊、鬼仔啊，或者點樣攞利益啊，點樣去即係排除異己嘅。咁你覺得呢套戲同而家個生活有冇咩關係咧？其實同而家現代嘅生活有冇咩關係啊？係咯。咁我覺得而家嘅世界大啲嘅，即係大家嘅接受程度亦都會多啲。即係好唔同，但係你問我，我諗最大嘅相似之處，我諗係喺嗰個即係人與人之間嗰個相處之道上面，係啊，同埋因為以前嘅社會其實都幾傳統噶嘛，即係大家都好分嗰個階級觀念。咁當然而家就唔係啦。咁我覺得有一樣嘢相似嘅，可能係喺即係追求名和利、權力啦。因为以前在宫里面基本上是只要你有权力的话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甚至第一件事是要保住自己的命先。那这样即保住自己的命这个呢 我就觉得跟现在的社会是很不同的，但是相似之处就是大家都要想想怎样去生存，即是用什么方法去在个环境啊社会上面去生存。所以我覺得宮入面是一個幾濃縮的社會環境啩，嘅縮影嚟嘅嚇。唔知啊，其實係啱嘅喎。老實講，嗱，舊時你哋要保命，攞皇帝嘅即係寵愛，咁啊攞著數，可能屋企好多錢啊之類。咁而家香港人一樣嘅啫喎，你係嘛？咁你咁多鬼仔做咩啊？保住份工，或者會升職，或者揾多啲錢啊。舊時係要命，而家要錢或者樓，係嘛？咁大家都係用鬼仔。不過有時候我哋會睇翻咧，就話好多喺劇裏邊咧，啲嘢係害人嘅，即係插莊嫁禍又好啊，或者係即係做一啲即係謠言好啊，去令到對方受損嘅。咁咧，其實咧老老實實就我諗唔止香港其他職業啊，咁影藝界都唔少嘅，我都見唔少啊。咁咧就同宮入邊嘅嘢好埋，即係咁講，見得同佢傾得多偈嘅。咁你其實即係喺你嘅角色裏面咧，我知道咧，你扮一個比較純嘅叫鄭貴妃，遲啲會出現噶啦，大家留意睇啦嚇。咁就比較爽直嘅，比較爽直嘅。
咁你覺得即係而家呢個現今社會嗰啲同個爽直呢兩樣嘢，生唔生存到㗎？而且啲演藝界，咁又好容易得罪人嘅有時。係咯。係咯。咁但係，就會比較容易啲，可以相即係遇到一啲同自己好相似嘅，即係可能交心嘅朋友，唔需要多。咁至於你話，可能即係跌低嘅次數啊，撞板嘅次數啊，可能就會比其他人會多啲嘅。嗯。咁但係我呢個角色就，好彩嘅地方就係成日都遇到嘅人都同自己，即係好善良佢哋，所以變咗我喺工中嘅生活咧，就好彩遇到一班好好嘅同自己志同道合嘅朋友。OK， 嗱咁啊。劇裏面的角色講了一些給大家聽的情節，那在現實生活裏面你又會不會有一些很資深的朋友可以分享你的苦與樂、壓力之類呢？有，因為 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在我即剛剛做即以前做 model 的時候那幾個朋友，那他們但他們就現在就不是屬於一行，那他們都是做不同的職業，那所以有時我就可以即係喺佢哋嗰度聽到一啲唔同職業啊，或者唔係呢一個圈，佢哋遇到嘅一啲困難啊，或者佢哋講翻即係嗰個辛苦之處啊，即係譬如做教師嘅辛苦啦，或者一啲係做即係金融，佢哋又遇到啲咩問題啦，咁就唔會聽嚟聽去都係呢一個圈，因為始終即係可以接觸多一啲出邊嘅即係嘅職業嗰、那個。嗯，那個環境嘛，同埋感覺上可能因為大家係由我細細個即係未出道嘅時候，未成名嘅時候已經識佢哋，咁所以變咗嗰樣嘢都好真，即係所有嘢都係佢哋好清楚，即係唔需要點樣去包裝自己，甚至乎有一個既定嘅印象，佢哋先接觸我，咁所以佢哋好清楚我係點，我又好清楚佢哋。所以話識於微時啦，所謂嚇就話即係有時咧就係細個識嘅朋友比較真摯啲咯，嚇即係我哋年紀越大咧，就個心機越多啦，會唔會跣我㗎？會唔會咩咁樣啊？呢個都係問題嚟嘅啊。咁啊，變係啊，咁啊越複雜就要揾我啦分鐘。咁咧就想問下 Chrissy 咧就，譬如你工作都忙嘅，又做電視又拍戲，有時又做下 model 啊，賣下廣告咁多嘢，辛苦嘅喎。有冇咩壓力嘅感覺啊？點樣減壓啊？識唔識啊？辛苦啊！我諗辛苦係有時啦，但係有時候未覺得真係好辛苦嘅。有時覺得辛苦係因為嗰個自由啊，因為我都幾需要一個，我幾需要一個無拘無束嘅感覺。即雖然我覺得我自己好奇怪，即有一個好矛盾嘅地方就係，我又好唔想人哋注意我，我又好需要自由，但系我又好似感覺上自己偏偏揀咗一個唔係好自由嘅職業，但係自己又中意，所以呢個就係、是要調節咯。即可能喺做嘢嘅時候就，我真係做緊我自己中意嘅工作，咁另一方面可能。辛苦一輪或者做完那個工作之後，拍完一部戲之後，咁我就會俾自己去即放學假或者去旅行，因為旅行某程度上令到我覺得好自由自在，好有自己嘅一個私人嘅點講私人時間，係啦，咁所以要識得調節咯，同埋做運動咧，因為做運動其實都幾唔使諗嘢噶嘛。是挺釋放壓力的一個方式。嗯，好啱噶 ，Chrissy 講俾大家香港人聽咧，都係運動同埋去旅行啊，呢兩樣嘢多啲好朋友傾下偈咧，係減壓嘅良方嚟嘅。啊，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先，咁就有嘢，次次我哋都會噶啦，個嘉賓都要做心理測驗啊。咁咧嗱，今日心理測驗特別嘅，因為阿 Chrissy 咁靚女咧，我哋揾啲靚女啊。嗱，呢度咧有四個啊，我哋好有名嘅。四大美人之中啊，揀咗三大美人啊。第一個咧就係貂蟬啊，貂蟬俾你睇下先啊，貂蟬啊，貂蟬呢個犀利啦嚇啊，董卓同阿呂布俾佢搞彎噶啊，呢個漢啊，唔係呢個唔係答案，呢個係貂蟬。嗱，第二個咧
大家都知啦嚇、啊，西施咁靚啊，即係西施啦嚇、啊，啊西施，人哋話啫，靚女都話西施噶啦嚇。咁、啊、第三個咧就同阿 Fish 拍到劇好近噶啦，唐朝嘅嚇、啊、唐玄宗嘅皇后呢、這個嚇、啊、就楊玉環，即係楊貴妃，不過佢下場慘啲嚇，咁、啊、就嚇美人有時都落場都唔係好好。咁最後一個咧，大家真係嚇耳熟能詳啦，呢、這個又靚又叻武則天。啊，咁咧，我想啊，呢度做個心理測驗啦，佢成嗱，你四個之中，差咩人啊？你揀個咩人你最中意，或者你覺得自己最似邊個啦？嚇，最似啊！兩樣啦、啊，你中意，淨係揀一個，同你分析一下。唔係差咩似？嗱、啊，如果你覺得你中意嘅咧，就測你嗰種喜好啦。你話似自己嘅咧，就可以反映你嘅性格。睇你中意點樣，我就點樣同你分析。中意喜好啊？你喜好即係你想最似佢咁咯。但如果你是说喂我这个人跟我好像的、啊、我性格好像的，那么 这个就是你的性格了。那可以啊，我历史上呢可以从这几个、啊、人物去分析。那我选喜好啊，喜好啊、嗯、我选武则天。 OK， 武则天呢就、啊、因为太平公主是我姑姑，那我选武则天。哇，是啊，不是的訪問咧，同啲劇都連埋，無線要加啲婚禮呢個嚇嚇。嗱、啊，武則天咧，其實咧係我哋中國喺史上咧第一個女皇帝啊。咁你知道咧，武則天嘅出身咧就係佢係唐太宗其中一個，即係一個即係未到妃嫔嘅，即係跟過佢咧叫做啊。咁唐太宗過身之後咧，傳位俾佢個仔啊。咁然後咧，佢就做咗佢嘅皇后。经过一番的宫斗，但是他都不觉得这样就够了。皇后在当年已经是位极所有女人的了，武夷天下，但是他觉得女人不应该武夷天下那么简单的，我要全国都就我掌握，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因为这个人第一一定漂亮，入得宫就是漂亮女来的。第二呢，美人心计、啊、他可以用很多计划啊，怎样去啊，即是斗低他的对手，不止斗低女性的对手，连宰相大将全部都可以被他斗低、啊、所以就成为一个大周。周朝呢，你不要看小他，周朝在历史上呢不输给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啊、所以呢这个啊，看看 Chris 如果喜欢这个，除了说姑姑啊个阿妈之外呢，其实呢看到 Chris 呢，其实呢他的心都很红的啊，即系啊，希望我第时可以啊一统天下啊，呢、這个犀利噶，呢、這个女强人嚟嘅啊。心理测验啫。有冇反应？对我个分析准唔准？我喜好系好，喜好系好。喜好嗱，呢、這个隐晦啦，好，即系话咧，唔系我谂紧嗰个喜好系咩咧？即系嗱，你中意一个嘢人咧，其实咧某程度上咧，你系中意佢好多优点。你中意佢优点咧，你就可以仿效佢嘅优点。武则天系靓嘅，啊，佢识喺个宫里边点样揣嘅，啊，可以慢慢上去嘅。即系话，其实我自己都想成为一个咁样嘅。有可能啊，有喜好嘅。啊，你中意一样嘢，梗系你中意一样嘢，使想学好似佢咁啦。你唔中意一样嘢，冇嚟中意佢嘅啫，系咪先？唔想学佢噶嘛，系嘛？今日咧就好多谢阿周秀娜、阿 Chris 接受我哋嘅访问，啊，希望你套剧啊大受欢迎，拭目以待你嘅出场。多谢，都系记得追，记得追，记得追。即刻留言你哋嘅选择，我哋就会 inbox 话俾你听分析结果啦。